看书来的嘛，对不对？或是我去看戏来的嘛。好，当我这样学习了五年之后，而且大一，对不对？马丁尼教我好多、大二，哇，金世杰改变了我的人生，对不对？大三开始，赖声川毁了我一辈子。就意思我从很多人身上学到好多嘛，我学到这些东西来，我才能写一个剧本来。那我现在拿去版权，我拿了心安理得吗？我得把里面的三十分之一的版权寄给我国文老师，说谢谢国文老师，你教我这个语言的这个组装，然后再寄一份钱给我的国文老师，谢谢你教我写字，我才能写出这个剧本，然后再借一点钱给赖声川，谢谢你教我戏剧结构，是这样吗？不是，对不对？越听越怪，被我讲的，我最会把大家误导到一个那个走不出的路的状态，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对不对？所以版权法到底在干嘛？很合理啊，对啊，那对啊，那为什么要版权？因为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我自己做的、有人教我写字，有人教我认故事，有人教我拿笔，有人教我用电脑才能打剧本，不是吗？那我为什么要拿版权？好，我们回头来想，我们为什么要写剧本？就要回想自己要做的事，你为什么要写剧本？所以当你回想剧，你为什么要写剧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分析完你为什么要写剧本之后，你里面可能会没有版权这件事情。你可能当初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没有要靠它拿版权，对不对？那为什么有了？为什么有了？资本主义分配嘛，不是不好的意思哦，好的分配嘛，对不对？就我们赚的钱，我们分给大家，所以有版权嘛。简直，你写一首歌，100个人听，就每个人多给你一点钱，听起来是很合理啊，叫版权嘛。那我们一开始写音乐跟创作是为了这个、好像也不是，因为那个听起来像是在退伍嘛，不像在退休嘛，对不对？就是像一般的公务员说，哎，我怎样怎样，所以我退休后我每年可以多少钱嘛。然后做音乐的人就听到说，哎呀妈的，李宗盛写一首歌可以吃30年，每年几百万版权，都在听这个嘛。我们都在听一个退休后的生活，来，我们在听一个说，哦，你现在买保险，10年后你就可以去小岛度假。30年后你可以提早退休，是不是？只要我们在写剧本，只要我们在写音乐的话，我们干嘛过得跟上班族一样？我们干嘛在计划我们的退休金？我们干嘛在计划我要是不小心写出2首歌，然后那个跟什么一样红，然后我就能吃一辈子，我就能躺着在巴厘岛过下半辈子？你真的想要在巴厘岛躺着过下半辈子无忧的日子吗？因为到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因为你对政治一点都不懂。你会对身边的所有事情无感，你会像僵尸一样走在这世界上。所以现在国外的一直在讲僵尸，僵尸就是那些无感的人，因为你会不知道你在做什么。OK， 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就是除了那个，我现在觉得除了网络啊、舆论啊这种，然后海盗党是作为我比较喜欢，因为他积极在进入嘛，进入改变。所以你要知道嘛，政治决定了一切，对。我的自己的发现是，哦，原来政治决定我的一切。所以当我去知道政治这件事情，就要往里面再找，谁决定政治？谁制定政治？谁执行政治？就你就可以去慢慢的看出来。谢谢。所以，但台湾海盗党很惨。我那时候看到海盗党好兴奋，因为台湾很喜欢学别人，所以。意思表示3个月内只会有海盗党成立嘛？意思是这样，我就好开心，追，哎呦，真的有，粉书上有一个台湾海盗党，赶快加入，我是第6个人，赶快加入。加入之后一看完了，他好像是一个教授，是中南部的教授，不会是嘉义的吧？一个中南部的教授，一个哲学教授，是不是？你们有听过吗？没有，好像是一个教授。好，不管，反正他们就有一群人要做这件事，我挺开心的。这样。就不时上去看，我说：“哎，你们注册没啊？这样会加油嘛？加油！你们注册没？怎么？后来发现，哇，怎么有点软？怎么台湾的教出来都软？因为他们遇到一个问题，对我来说太荒谬了。他们有一天 po 一个说他没办法注册，就是他们去内政部注册不通过，因为台湾有海盗法，所以在台湾在海盗是个罪犯的名字，懂了吗？就像在台湾某个部分同性恋是一个病患的名字。”是一种病的名字是一样，懂吗？在有一些地方，听到同性觉得你是生病，哦，同性恋病患，没有人权的一个地方，台湾，对，所以很恐怖嘛。
所以他说，因为海盗在台湾有一个海盗法，我们海盗国家是有海盗法，所以你不能叫做海盗党，因为你是政党，不能开玩笑。然后他说我们没有开玩笑，所以你不能用，你懂意思？就是他们就是很政治正确，就是你不要你开玩笑。我没有跟上，我们是很积极要加入政治，要改变这个政治体的，但我们就刚好叫做海盗党，他不行，所以才遇到第一个申请的问题卡住了，一直到现在。然后他们不知道怎么解决，那我就想说完了。然后他们竟然在讨论说，大家给意见，谁给意见？我是第五个还第六个按赞的人，哪有这么多人给意见？然后十几个人给意见，然后就说，哎，那我们叫做什么？就完了，完了，完了。因为他们开始在讨论说，那我们叫做海贼党，那我们叫做福尔摩沙党，然后我们叫做派勒特，Pirate， 我们叫派勒特党。然后我就傻了，我就留一个言给他们说，意思就是你们怎么会开始在想真的要取第二个名字呢？就你从小说我要当超人，然后有一天说你不能当超人，你超人被人注册，那我要当什么？我要当超级人，我当超级人，这不是训掉了？你懂我意思？出来是很汗的，因为他们一开始几年，2006年成立，现在已经全球有40个国家是会员国了，然后台湾还在观察国里面，所以你要先登记了，观察了，观察之后才把你纳入，否则怎么知道是不是当地的政府成立的？对啊，北京有一个国民党啊，大陆中国有一个政党叫国民党啊，是真的有国民党啊，是他们成立的，附属于共产党之下的国民党，所以海盗党必须要检查。所以他就会有会员国，他知道说你在这个国家成立的这个党派到底是够不够力，是不是跟我们站在一块，理念是一样的，还是你只是政府单位出来成立的。所以他观察完之后，让你进到海盗党。进海盗党之后，你一年只要去开一次会，其他都是在线上，因为他们是不是非常厉害，这样一堆骇客在这个党里面。当然，他们要维护那个 IT 嘛，维护 Parapay 海盗湾，海盗湾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你知道。对他们来说是左派最后的网络上的那个基地，所以他们在维护那个地方。好，对不起，我话真的很多。有没有别的问题？说。喂。听不到。哦，好。他说，刚才我在演讲的时候，我说经由扮演找到自己。对，然后慢慢找回自己的状态。我举了一些是隐喻的方式，好，就像我们在做表演功课一样，就我要当一个演员，我们要做表演功课，所以我们要去认识这个人，所以我们要去设定这个人，因为剧本不会写，对不对？假如我现在要你说你会很喜欢表演，我说好，你现在演一段戏，然后我什么都能演，那你可不可以演超人尿尿给我看？有点难，因为我们没有在剧本里面看过超人尿尿，所以每一个剧本里面我们都会。当我们扮演这个角色朱丽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朱丽叶，因为朱丽叶就是我们。我们知道朱丽叶怎么处理她的月事，朱丽叶怎么吃饭，朱丽叶怎么睡觉，朱丽叶怎么散步 ，right？ 因为我们要演她。但是很多这种剧本不会写，对不对？剧本都不会写到这些细节，所以我们必须做角色功课，等于说我们去扮演她。人也是这样子，我后来发现人也是这样。你从小到大，你习惯的说话方式。你习惯的歪头方式，对，你习惯的听课方式，你习惯的听课方式跟其他人现在的都是我们选择的，来，懂意思吗？就我要去听一个很厉害的戏剧人叫李建堂要讲课，那我一定会想说，哦，我待会要去听，那我待会去听，我为什么会做成这样？为什么你会做成这样？为什么你会做成这样？是我们的选择吗？我们潜意识希望被别人看到我是什么样子吗？这就是我们的穿着嘛，我希望你们看到我的时候是穿这样子嘛，这是我的造型，我的 ID 嘛，这是我的认辨识度，这是你的辨识，这是你喜欢铺马嘛，你喜欢什么，对不对？就你不觉得活在世上就是在扮演吗？我们挑我们自己想穿的衣服，我们自己当服装设计挑我们想穿的衣服，我们自己当舞台设计挑我们想要睡的床，躺的沙发，来，我们挑自己的编剧，我们去选我喜欢的工作。懂意思对不对？所以我都会
随时意识，为什么人要一直照镜子？为什么要知道我现在到底看起来怎么样？为什么女孩子总是我现在看着可以吧？他们不是爱漂亮，他们只是要看起来像那个样子，像正在要接下来他们要做的事情，对不对？他们会在意，因为这个就是我建立出来的形象。所以我们从小到大都在不自觉的做表演，因为我们必须，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态度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不对？我要知道我去念国中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样子，我是一个外省人，你们都欺负我，但没人敢碰我，因为我比较高。我大概能够分析出来我生活环境里面的状态，我怎么样比较好一点，我怎么样一点比较不好。哇，这个人很凶，别跟他吵架。这个人会听我话，我可以跟他多说一点。这都是角色。所以角色是什么？角色是活的。为什么你跟他讲话都不讲话，你跟他讲话特别凶？会不一样的关系嘛。我跟妈妈讲话跟我女朋友讲话也绝对不一样，虽然说有点像，都是亲人，容易发脾气，我们都容易跟身边人发脾气。有时候跟女朋友发脾气，有时候突然就觉得，我好像也曾经这样子对我妈。我为什么会这样？亲人太熟了，所以我们不自觉的在不断的建立，包括你们现在看到的我的样子。对，我为什么会选择穿拖鞋来？为什么要戴这个？为什么戴这个？一切都有来由。为什么有这个项链？为什么有这个耳环？都有故事，每一件都是故事，故事，故事，故事。对，我都可以说每一件裤子是干嘛、怎么来的？对，凡美丽湾来的，前女友送的，什么都有故事。每一件穿在身上的衣服，我的样子，我讲的话，我知道的事情，我的动作，都是我设计的。李建长。应该不是一样啊，就是我这个人，他应该是没有名字的，对不对？名字是妈妈给我们的，生出来之后给我们的。所以，我这个灵魂，我这个人，我在努力变成这个我现在的样子的时候，然后这个过程中，妈妈叫我李建长，别人叫我李建长，我叫李建长，我叫李建长，这是学习过程。所以从小有妈妈跟你讲说，你真乖呀、啊，你真乖，就是传统，我后来发现传统台湾人教小孩的方式非常有用。你真乖哦，你遇到这种事都不会吵，你就会慢慢遇到这种事都不会吵。你懂我意思吗？就暗示，你长大之后就会遇到某些事情，所以每这就叫家教。所以我们每个人面对每件事情的时候态度不一样，因为被教的方式不一样，跟被 courage 的方式不一样。鼓励你就会往那个方向嘛，对不对？在那个叔叔阿姨面前唱歌跳舞，哦，好棒哦！下次再跳一次就会被 courage， 第三次就会翻脸嘛。这就是过程，因为你发现了，你第一次跳的时候，别人开心的那个脸啊，每个人都喜欢让别人发笑，这是为什么我喜欢当演员。每个人都喜欢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摔倒或干嘛，然后别人哈哈哈哈，就因为我的反应而得到一些反应的回馈。每个人都喜欢讲，当兵的朋友，他现在当老师，体育老师，为什么要学？当老师很丢脸吗？在台湾是有一点，香港比较丢脸，你晕了。好，所以每个人都在建立，想要自己变成什么样子。我也会啊。然后我们做过一些事，会面对一些，我们就会后悔啊，对啊。一想说，哇靠，我上个事情怎么处理那么逊？在那个事情里面认识我的人，一觉得我是个很逊的人，你懂我意思吗？我曾经做错什么事，就不断会检讨，我下次不要这样子，因为我不想要当这样子的人。我不想要当朋友口中会放鸽子的人，所以我就，假如我很 care 这些，我就会变成不是那样的人。但假如我无所谓，没事，让朋友等一等，没关系啦，反正当然那么久，五分钟、十分钟嘛，干嘛跟我算那个？刚三点半了、我假如是这样的个性的人，我就会变那样的人，所以我会去选择，但也能改变。你要相信人是有改变的，所以没有天性这种事情，什么印第安人，什么民族性，没有这种事情，没有民族性这种事情。改变一个民族性的只有环境跟人文，你要相信这件事。不会有一个民族叫做说他们天生懒惰，这是右派的说法。就原住民就是爱喝酒，印第安人就是爱喝酒，给他们酒就好了。这就是很可怕的偏激的一个那个想法嘛。所以你要去一样，就是你要去选择这么多但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因为在过程中停不下来，我没有办法暂停，然后跳到旁边看我活得怎么样，对不对？或者跑去问我爸爸，我怎么样？你觉得我怎么样？所以呢，人跟演员一样，演员最爱干嘛？
问别人说我演的好不好。另外一件，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人都希望都喜欢别人称赞我，就表示我演我这个角色演得很好，你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就表示李建堂这个灵魂用李建堂这个身体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就表示我演得好。好，听起来很可悲，对不对？因为好像怎么过生活变成演了，那是因为我们对演有一个不好的想法，好像是扮演，好像有一种欺骗，但不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该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该知道。可能有人知道答案，对，告诉你，但你听不懂。虽然他们都是高僧，通常他们知道怎么可以过生活，但跟你讲的好简单，然后你都永远都听不懂。所以这种事情，但这个是真的，不表示他讲的事情是假的。就他能够体会，他不一定能够言传。所以对我来说，表演就是不断的在建立啊，然后你要很勇敢的打破，重做角色，这是最难的。我们在做表演最难就是打破，就是说你做了两个月的功课了，那导演跟你说你的方向完全不对，你可以给我一个全新的罗密欧。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勇气，然后放掉一切，然后去打个球，去游个泳，对不对？去喝个酒，然后隔天重做，重新过生活呢？你有这个勇气？在戏剧系有这个勇气的，当后来都会变成不错的演员。他们敢放弃，然后那个放弃在当时会被右派很大的争执。这个在戏剧上的放弃，在人生中的放弃是什么？有一些罢演啊，他们这种转换啊，好的是当然你就换了角色了，对吧？很不好的有很多就会放弃，就离开了嘛。离开就走下舞台，什么叫走下舞台？就跳了，你不喜欢这个世界你就跳了，我不要活着。对，我就棒了，啪，自杀了，这叫放弃。在演戏里面，就是演出前两天闹失踪嘛，死不上台嘛。所以我们重置的这段人生里面没有这个角色，因为他活到一半的时候自杀了。所以演到一半不演的角色，都对我来说都是自杀的。那是演员的脆弱，或是他做出来的角色功课就会必经走到这一步。所以很有趣。所以当你在做角色功课，你会慢慢回想。他的选择也是你的选择，他的选择，他就是人，戏剧在模拟人生，所以我们演的人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人生里面遇到的问题，我们的遇到的事件就是我们在人生中遇到的事件，我们经由模拟的事件，不伤人不真的死人的时候来回溯生命中危险的经验，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处理才能不伤人不死人，这是一种教化嘛？哦，这样子做会错，所以要怎样？那这就很可怕了，所以他就有什么教化的功能呢？所以戏剧当然很重要，戏剧跟教育一样重要，因为我们很多观念是从戏剧来的，对不对？我妈那个年代，她只念到国小六年级，她会写字会看字，那她为什么懂那么多？从小教出我一大堆比较老子的观念，很乐观的那样的，她是从小看歌仔戏跟布袋戏，懂得多的呢，都是布袋戏里面的一些经典格言，她当时背那些格言，就像我现在在 Facebook 上转 po 那些Post word 一样，什么千万不要放弃啊，什么就那种，但他那时候就背了很多，他就靠那些他看来的这种歌仔戏、布袋戏的格言，然后他是一个很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妈妈了，过了一个，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然后把他的角色这辈子扮演得很好，我也蛮喜欢跟他演这种戏的，我妈，好笑的，常吃贼就是，对，所以我才说，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后来发现是一个自我选择。那也是在告诉我，希望用这个方式告诉每一个人，你都能随时随地改变你的想法，承认你的过去，然后承认过去，就是说，就像以前我们现在学长姐质疑我的一样，你以前不是这样吗？你为什么会这样？我承认嘛，我那时候是这样，没有什么好不承认的。我不承认，表示我这十年没进步。要是我现在认识的你跟你十年前认识的李建堂是一样的话，就表示十年我没进步啊！你是我的朋友，你怎么会期望这个事发生呢？所以你怎么会说我没有那个呢？所以对我来说，在做角色的时候一样，我们随时可以翻脸，我们随时可以重做，我们随时可以把上一个丢掉。啪，我们也真的看到很多这种状况嘛，在真的现实的生活中，干了业务员一辈子，然后突然就啪了跑去冲浪啊什么的，变冲浪店老板了那样。我们认识那个台湾的最近迷上那个打手足球，不是不那个在桌上那种。我们就认识那个冠军，
台湾的排名冠军，我们都有台湾的排名，台湾排名冠军之前是竹科工程师，被爱上了，然后就工程师当了两年就辞掉，然后去代理这个球桌去推广，一天到晚到育幼院教小朋友打球，来我教你打，打那个手足球，到处教育幼院啊什么国小这样子教，他就随时换了一个角色了，他重新过杰克的生活，他叫杰克，就他重新做这个杰克的角色，我就觉得很酷啊。搞不好他过几天过一阵子又换了，所以你一定要能这样子换，因为所有你问演员，所有爱上当演员的人，就这句话是讲给没有当过演员的人听，所有爱上当演员的人，他们最喜欢的一件就是他们能够不断的过不同的人生，这大概都是统一标准，所以我们多渴望能够再活一次嘛，我们看看下次能不能活在一个更穷一点的家庭一点，我会有更多的好玩嘛，就我们都想要再重过一次人生，戏剧就是第二次机会，第三次机会，第四次机会，一直演戏，所以为什么演戏人那么爱演戏，因为他在他的世界中他可以重新建立一个角色，就像我们玩美少女养成是一样的，我们希望有某个人是按照我们的全然的生活意志在活着，但表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按照我们全然意志在活着，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我们养出来的电脑或宠物或一个角色是按照他的全然的意识在活的，我们永远在追求的一件事情在戏剧上是一样的，叫自由，就这样，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活着跟做角色功课是一样的，在演戏是一样的，所以我经历过多少的状况，我一下子讲话台湾国语，一下子有一阵子经常台语，一下子讲话像现在这般的北京腔，是因为我前一阵常去北京一直在换，然后接下来要演一个角色比较北京腔，有时候现在先赶快拿回来练习一下，有时候讲台语不一样嘛，这个角色可以一直换嘛，所以但在真实生活中不会有人突然跑出来说你的角色功课做得不对，我们以前常听到这个话对不对，就演员导演会跟你讲说你角色功课做得不对，我说什么叫角色功课做得不对，表示我这个人活得不对，那我活得不对，活有能对错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呢，对不对，所以戏常常在演说戏有好看不好看，但有对错吗，这也是长久的争议，戏到底有做对还是做错的，那戏没有对错，对我来说目前我还没找到真正对错的看法，通常都是一种比较偏从旁观的角度才有对错，对，所以我后来觉得你可以想一想，因为还有很多我没讲到，所以你可以去想说你到底像不像过生活，像不像在演一个当一个演员，但只要不像的话，你也不用太介意，因为可能是我多愁善感一点。对，有人听得到高八度的音，我不见得听得到；有人听得到海豚音，我可能听不到。你每个人能够感受跟感知的不一样，这辈子你能够拿到的东西也不太一样。但可以去想一想，搞不好你会觉得，哎，好像真的蛮对的哈、哦。连眼镜怎么都要选择，讲话方式绝对是选择，因为每个人都会很 care 自己听到的声音是怎么样。就刚刚说那个，就是前一阵子低潮嘛，就一直经历一段混沌期。对，那有没有遇到一个契机，就是突然就是因为一直反省，自我反省之后，突然遇到一个契机？契机比较少，契机在剧本里面看比较多。通常我们在剧本里面看很多奇迹，有没有？就是永远会有意外，然后我就能够解决一个事情，就哇，世界真美好，而且 amazing， 这样就是。就会有一些奇迹发生，那这些发生就让我们可以更开心的抱有期待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嘛，我们都喜欢听惊人的故事，我们都喜欢听苦尽甘来的故事，我们都喜欢听那个不能在一起到最后私奔的那种故事，就是没有啊，但没有，生命中没有那么多奇迹，你要知道了，奇迹都被收录在剧本里，但整个生命中可能会有一些奇迹，但这一段我必须老实说没什么奇迹，虽然我通常我在认识一个事情或自己了解一个事情，因为我比较笨，我后来分析我不适合国民教育，我比较适合是那种自学教育的，因为我对很多的反应实在笨到我有点夸张，我有很多国中看的书，我到大学才弄懂它什么意思，或是我有很多高中遇到的事情，我到了大学毕业之后说啊，原来那个事情是这样子，我当时太愚蠢了。都会有很多的解答一一来，所以我的自我学习过程中，我功课很烂，因为我在那个学校教育这个机构里面很沮丧，
得不到成就感，就是我不会读书，就是我读得不好，这样意思就是这样，很沮丧。所以后来我在念书在干嘛的时候，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不适合这个制度，但我没有放弃，我没有离开，我在制度里面。但制度有用的，我后来是发现说有一些事情在多年后他啪懂了，然后多年后遇到一个事情啊，我国中遇到一样的事情。什么时候在生活里面啊，我大学的时候听过一句话，就适用于现在的状况，能够让我啪解惑了。我怎么那么笨？然后我就回想说，我一副为什么我一副同学在当下听老师讲的时候，都是一副啊，你怎么有这么多生命经验啊？就才会听懂嘛。那我是后来真的遇到一些事情才啊才懂嘛。我没有办法去懂我没有遇过的事情，这有点夸张，就是听起来好像没想象力的一个人。但我的意思是我有想象力，我可以想象，但是我必须要你让我相信一个事情，不要让我经历过，因为我相信每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任何一点。星星动了两度之下都会不一样，懂了意思？所以我不会去分析每一个那个状态。所以那一段也是把之前的自己就是放弃掉的一个过程。没有到放弃啦，因为你没办法放弃。什么意思？我必须还要生活，必须每天要早上起来。我一起来，我就要照着我原来的生活过生活，因为我还没找到一个新的刷牙方式。所以我必须要用旧的刷牙方式，这是我沮丧的原因。就是我当我去开戏剧会，当我去导戏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有一个新的想法，但我知道我现在在做的是错的，是不对的，不是错的，这是我不喜欢的，但我只能沿用这个不喜欢。大部分的上班族，很多我们在公家机关认识的朋友，工作的态度都是这样子，没有办法，其实有点惨。所以我能够知道很多人的工作上的不愉快，就像我当初工作的不愉快。你知道有一个更聪明的方式解决这件事情，你知道有一个更对的方式、更善良的方式、对所有人都好的方式、更正派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会因为方便，所以你就用一个昧着良心的方式解决掉。但是在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不代表你有能力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像说别人质疑我说，那你为反和做了哪些事情之后，我没有任何，我没有啊。但我只是意识到，你不要马上叫我开花嘛，我才刚结果嘛，对吧？我才刚开了花，你不要跟我要果实嘛，这不是有一个契机点。所以可能到我遇到很多是这样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在那一段痛苦的是，我一起来看到这张脸就不喜欢嘛，因为我做错了一个角色，我觉得我做错一个角色，我觉得我做得不好。所以我当去面对所有事情，我能力不够，我就难过，就恨自己，我操，怎么笨？我还是只能用旧方式在做笨事情，所以我就难过了。然后慢慢过程中，你当然会慢慢的进步 ，right？ 因为你有意识的在解决你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工作上的技术问题。当你解决久了之后，你就会进步。当你进步之后，你就开始忍受不了别人，这就是人。你懂我意思？就我就开始觉得，天哪，你真的太糟了。但是你是我朋友，哎，还猪肉鬼子，只能这样。所以那个过程是很，我说的痛苦是那种痛苦。然后所以到最后我发现想要努力在里面改变，但我实在有点没力，所以我后来才决定离开表坊的，比较核心的工作团队，我自己在做去做别的事情，因为你 handle 不了啊。对，你可以看其他人都在跟你装傻。然后慢慢觉得你整个工作的环境里面有三分之二的人变成僵尸的时候，你非逃不可，因为你只有两条路：一就是假装僵尸跟他们一起工作，没的，好市长好，总统来看你哦，欢迎就好，你就变成僵尸跟他们一起工作，因为他们就是用僵尸的方式工作；另外一个就是用左派的方式跟他们工作，就在里面不断的制造是非嘛。就是不断的反，不断的反，不断的反，反久了之后，反是很好的，反久你可以健康一些东西回来，但反久之后你自己会不健康，因为你自己一直不快乐，所以你就一直在骂人，或者你一直在以为你自以为聪明的，或者你要必须忍受别人以为你自己聪明的在教他们做事情，所以你必须要承受更大的回馈反作用力，所以干久了，骂人骂久了，干久了，就休息一下。有力的再回去骂，只要你想回去骂，你想改变那个环境的话，只要你脚不想改变那个环境，你觉得现在的戏剧圈走到一个不对的方式，一改变一个主流的环境，二创造一个主流的环境，就你自己去做小剧场，把小剧场做得跟大剧场一样大，那个大小不是在名利金钱，而是你的
舆论跟他一样大，你的能力跟他一样大，那就平衡了。我没有要比他怎么样，或者我没有要消灭商业剧场。现在这是右派极恐的一件事情，左派一上来，右派就觉得你要把我们赶尽杀绝，你知道？就那你怎么，我们都不能做生意了吗？我们都不能做资本了吗？我们都怎么样不能赚钱？赚钱错了吗？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现在觉得无聊。这个社会只有右派没左派，就这样，就这么简单。我希望能够有左派的思想跟右派的思想，我希望能看到左派的戏跟右派的戏，我希望能看到资本主义的戏跟共产主义的戏，就是这样。我不是要消灭你，但你不要去打压别人，只是这样而已，并存的。所以你还是可以决定。所以我有很多朋友在右派里，我一天到晚笑他右派啊。啊、他也以右派为荣啊，说右派很好，我们就为了世界，为了人类往前进，对呀、啊，这样子，右派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本样子没有啦，就他们就是热情的另外一个方面，但他们是温和派的，他们有一些想法上的既定俗成的想法，所以跟我们当然就会冲突，但绝对不是我们的敌人。就算你把他当敌人呢，他就是不是你的敌人，因为这是不是你自己决定的。每一个人一活在这世界上就有人权的。不是你决定他是坏人好人，他是敌人什么的，就算你决定了你把他当敌人呢，他就是不是你敌人，他就是一个人，跟你一样大的人，不管他活在哪，这就是最基本人权的观念。你只要知道这一点了，你大概都可以用在很多人身上，很多事情身上。当你在接触工作都把人当人看的时候，你就会慢慢改变你的工作方式，对，你就不会在你认识的人面前演僵尸。对，我太遇到太多那种认识的人在我面前演僵尸，然后我就看着他，我说我们是刚认识怎么样，你为什么想骗我这事啊？就一看就知道你是昧着良心来跟我说的话嘛，肯定是你上司要你干嘛了。那你就说，你不要一副朋友的样子，委屈的样子，然后转达一件要凹我的事情。这个时候你不用是我朋友，你就是我的配合厂商，你就来告诉我你要干嘛，我不爽我就骂你，这样你不要怕我骂你，因为我们现在是工作，不是朋友，我不会把这个账算在朋友身上，不会算在我们朋友的那个感情簿上。但你就要装着一副说，哎呀，我真的没办法，阿昌，你知道，咱们哥们一场，但是这是我的工作，我就必须来凹你这个事儿，一大堆。我说你不用这么跟我好像对不起我啊，好像哇你好痛苦，在做你一件不想做的事情，但你做了不是吗？你做了就别怕我痛苦，因为接下来决定痛苦是我，不是你。我让他痛不痛苦，这跟接不接无关。我接了也能让他痛苦，我不接也能让他痛苦。我接了能让他不痛苦，我不接也能让他不痛苦。就是你要能够自己做你自己，并不要被外面的剧本影响啊。在这个时候，我们跟人、跟朋友、跟朋友就不会有情感的负担了。不要因为我是你干爹，我说话你就一定要怎么样；也不要因为你是我干爹，你说话我就一定不要怎么样。这些都没了，就是人跟人了，也没有精英了，也没有笨蛋了。到真的到那个时候，你真的能够做到这样的时候，你大概会看清楚很多事情。当你走在街头看到一些流浪汉，当你走在新一区看到一些有钱人，他们都是我们必须要敬爱的人。但他们有的人很讨厌嘛，但他们记住他们都是人。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个讨厌的人，就觉得他们不配活在这世界上，或者他们必须缴多一点税，就是这种事情我觉得要分开讲。所谓既得利益者，不应该去剥夺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啊。我一直是这样在做抗争跟提醒我呢，可能多年后我就换了，但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要做到这件事情。还有一分钟，你要再好去坐车。现在9:20。哦，你要再好去坐车。再一个问题是不是？最后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比较长，就是有几个问题这样，不过你其实前面的谈话其实已经回答了一些分问题，可是。